赚大钱，赚大钱，人人都想赚大钱。赚标股，赚标股，大家都想赚标股。深入产业分析，锁定起涨标股，赚第一手资讯。欢迎收听《钻石线上》。本节目由 News 酒吧与华冠投顾共同直播，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钻石线上，现场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苹果天王、生技天王、钢铁王何家金、何淡淡、何美食、何成堂、何天王。何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家鑫。帮助你就是要加薪加薪再加薪，大吉大利呀、大家好啊好开心啊回家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，又帮各位加到薪水，并且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啦，盛台盛台啦，一个不小心帮你从三开头加到四开头啦，是的，所以好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跟上对的脚步，让你赚钱赚得多么的幸福又美好呢？特别是在近期大盘这样的一个大震荡的时刻，先是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第一个礼拜看到了一个600多点的大杀盘，然后再碰到了10月11号的一个660点的一个大跌，然后呢两个礼拜加在一起1400点，紧接着到礼拜五开始呢来到低点9740之后向上弹升，弹到了今天高点已经来到了10127了，非常短暂又快速的时间，很多投资朋友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操作了，特别是在这两天，昨天今天两天都有很明显的开高之后走低啊，今天又是开高之后又走低，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询问啊，这个时候单兵该如何处置，该如何做操作。哥，我跟你报告，今天早上的美国股市收盘，道琼大涨了547点，涨了2%。是，你以为道琼涨很多，那就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纳斯达克，涨更多哦。纳斯达克涨了2.9%，大涨了214点。你以为纳斯达克涨很多？对呀、那你又错了。那不然还有谁涨更多？因为费半涨更多。费半涨了超过3.3%。是。昨天大涨了41个大点。今天台北股市，一开盘大涨145点。有哦，在9点多开盘没多久。一定非常多的人，又怎样？急急忙忙的开始堆哟、又要堆了。对呀，你看，这就是有没有在底部买起，从底部赚起最大的差别了，差异了吧？真的，因为我说上个礼拜五，大盘从11000跌到9740。大盘将近崩盘了1400点。有哦。为什么上个礼拜五我请你买股票？是合理的，因为你毫发无伤，而且你是获利满满的，你是获利满满的，没错，你听遍全市场的节目，各位，我跟你保证，没有任何一个敢请他全国所有会员做转正，告诉你大盘跌了1400点，他全国会员毫发无伤，还获利满满。不然你可以上下左右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参观比较一下。对啦，参观比较一下啦。天哪，你就知啦。是啊，大部分的人都闪闪躲躲，闪烁其词，遮遮掩掩。他只会告诉你他赚了什么股票，他不会告诉你他赔了什么股票。当然，打了一堆股票，打了10档20档股票，拿当中可能有涨了2档3档出来跟你讲。你看，不都是如此吗？对呀。那你有听到全国任何一个像我们一样请全国会员出来做转正的吗？没有。跌了1400点，毫发无伤，获利满满的。而且在大跌1400点之前，让你大赚了获利。三兄弟。2425从3开头让你赚到5开头的晨起。我们卖在50块钱，全国所有会员。有。
现在还有人跟你讲2425的晨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又跌回起涨点了。对呀、啊，又跌回35块钱了。嗯，2442的，哎，新美琪，新美琪有新美琪，我们卖比较差一点，卖14块，获利出清、嗯，最高还来到17块。嗯，我说后面我们没赚到。嗯，没关系，老师另外补给你，因为我们要去黄铜换黄金，换黄金嘛。有，各位你看一下2442的新美琪，对，哎。嗯、又跌回来当初14块的价位了，价格了，没错。当然现在没有人讲新美琪，肯定的啊。啊，台北的表哥到，台中的表哥到，台南的表哥到，台湾表哥到，通通都到，你的财富获利全都到了。二开头，哎，飙啊！请你全力重压6278的台表科，台表科哇，卖在36块钱。是的，投资朋友，听众朋友，全国所有的表哥。你有没有都发财了？当然有，肯定有。现在台表科也在35块多嘛，嗯，也是低于当初我们卖的价位嘛。是啊，带你大赚获利三兄弟之后，紧接着全国所有会员又将大赚的资金，哎、欸，哦，黄铜换黄金喽，换黄金了，哇！我还特地跟各位讲，赶快拿你手上套牢的股票，你够久啦。天哪！那个时候大盘在11000点啦，嗯、那个时候2327的国巨还在700块钱呐。是啦，我讲你够也虎啦。对啊，你还来得及，进来进来进来啦。对呀、啊，2492的华新科那个时候还有320块钱，310几块钱呐、啊。天哪！你还来得及啦。进进进！如果你有被动元件套牢的，细晶圆。套牢的赶快来黄铜换黄金啦，换黄金啦，是啦，9958的世纪钢62块，63块，哇，2031的新光钢34块，35块，嗯哼，有没有带你全力重压？哇，全国所有会员有全力重压不？哇，都有吧，是的，股票都不用追啦，滴滴的买啦，讲多久了？嗯，结果嗯一个月的时间刚好涨，从8月底涨到9月底。嗯哼，新光钢哎来到47块，获利出清。嗯，世纪钢来到100块，三位数咯，告诉你卖100块钱。对呀，差最高100.5，差5毛啦。嗯，新光钢差了6毛啦，可以啦。两档加起来离最高点差1块钱而已。行啦，因为你已经大赚了40个、50个、60个百分点啦。我都是告诉你多少钱卖出哦，嗯、那个时候都还在创新高哦。是啊、上下节目都告诉你啊，这个还会大涨啦、啊，新题材啦，新股、嗯嗯嗯、什么是新产业啦。哦。结果现在股价有没有都创新低？是啊。全国钢铁类股哪一个人敢请他全国会员出来做赚证？全国赚最多的、嗯、是啊，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节目了，能够在八月底就领先全市场和您来做黄铜换黄金啊，对吧？是啊，主持人很怕讲错，对啊，那个音太像了，拍谁拍谁，要注意一点注意一点。然后十月初的时候，10月1号有的、啊、全新的开始，老师还把全新的标股资料送给你，时来运转，因为我知道大盘在这个地方会开始嗯出乎哎、欸，一般人的想象，真的可能会上下震荡，是啊，可能会小跌。有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预估到会大跌、嗯，不然我就去招收期货会员了。欸、各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明白。但是我们存善心做善事，哎、欸，好事肯定会发生的。我说我们将所有的资金全力重压生技类股。是的，生技天王又出手啦！你没有别档股票可以买的，嗯哼，我还直接告诉你，就是资料当中的第一档挂头牌。连买几块钱都讲得一清二楚啦，二楚是啊，全国基亚我称第二，没有人敢称第一啦，我们的获利记录保持人在此啦，没有失手过啦，真的卖在447块，哇碎你刚栽啦，当初带你避开二、嗯、连续23根的跌停板，没错，对吧？是啊，我说你基亚买不够，哎、欸，阿高五一颗硬邦邦的蛋蛋让你买来斗 啊，对，6578的达邦蛋，哇，买来斗有没有？大盘崩盘了，嗯哼，个股怎么暴涨了？个股就是让你赚到涨停板，涨停板创新高啊！蛋蛋也是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连续3根涨停。是啊，我都是在跌的时候请你买的、哦嗯，完全都还没涨哦。对呀、啊，结果3天3根涨停，蛋蛋，嗯，那颗硬邦邦的蛋蛋，就请你卖在36.5。是啊，可能离最
离最高涨停板大概只差 0.05 了，可以了，不然你也最差你也卖36.1 36.2，没问题的。那时候上下节目不是都在吹捧达邦蛋吗？还有3176的基亚，我说基亚平均卖51.多52了，最高是54.9了，我都告诉你我全国会员卖在多少钱，有够意思了吧，都公开了吧，有没有完全让你避开本波的股灾？当然前面的这600多点已经先让你避开，让你开心大赚了，而且是实实在在带你飙股狂压哦，飙股重压，重点又来了。嘿，结果呢，你看10月9号通通已经出清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啊，让你10月10号开心去过国庆日，啊，都有人帮你买单啦。结果1011，哎呦喂，暴跌了，台股史上最惨重的一个跌幅啊！是的，让你安全避开40年、40年、50年、60年一次的风险，是啊，又让你完全避开，没错。然后跌到上个礼拜五，大盘跌到9740，最低点的位置，一堆人又下看9500了，哎，又下看九破9000呢，对，连破9000的言论都出来了，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吓到没胆了，嗯哼，融资大减了快300亿，对呀，没有人敢买股票了，对呀，大家都开始叫你好保守，是啊，都告诉你反弹要减码，对呀，鬼扯。那你为什么不当初11000的时候来卖股票呢？对呀，啊，为什么要等到大盘跌了1300、1400点，跌到今年最低点的时候，你才来开始敢砍股票，然后开始看保守呢？好奇怪啊！可是每次都这样，也就习惯了啦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如此？对，啊，人之常情，习惯就好了。就好。我还跟各位讲，上个礼拜五，我说我们开始出手了。来，哦，老师直接告诉你买点又到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当好公司碰到了倒霉事，碰到了倒霉事，当然应该进场啊，肯定的，因为大家下破，当大家最悲观的时候，不就是我们开始乐观的时候了吗？还跟你举例，1795的美食，最美好的时光，有8150的南茂，有8064的东杰，东杰有。那我说南茂东杰，你可能小赚小赔，但是1795的，哎，美食，美食呢？你看看，因为上个礼拜五美食，59.多60块钱，对，各位今天1795的美食，67块，对呀，啊，就这么一眨眼的时间，今天大概让你卖在67了，去头去尾了，你赚7块钱了，不多了，大概12个百分点了，不过几天的时间而已。是啊，因为你会发觉，短短4个交易日的时间，大盘大吉大利呀，大吉大利了。对，4天的时间，大盘今天开盘来到了10127，也就是说，短短4个交易日的时间，大盘暴涨了387点。哎呦喂！4天将近涨了400点的，行情哎，行情。所以之前一堆空手，上个礼拜五不敢买的人，礼拜一不敢买的人，昨天拉回。哎，昨天上涨，礼拜一拉回不敢买的人，今天全部跑去堆了。对啊，而且开盘的时候去堆哦。啊，对，因为他觉得稳啊，套懂啊，套懂啊，哎呀，连美股都稳下来了，对啊，对啊，连美股都要把上个礼拜四台股当日暴跌的黑 K 棒，给吃回来了。对，那当然。再不买来不及了，对，金堆啊，结果今天一买刚好又是最高点，结果我们的做法怎么都跟大家不一样，是八月底大家在叫你抢被动元件，抢矽晶圆，抢 MOSFET 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啦，黄铜，哎，换黄金哦，换黄金，是的，等到九月底钢铁类股暴涨，每个人都在跟你吹捧风电双雄，世纪钢、新光钢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获利出清，啊，十月初没有人看好生技类股，我请你大买基亚。阿哥，我那颗硬邦邦的蛋蛋。哎，是的。结果当基亚达邦蛋大涨了，欸，我们又在获利了。是啊，大家又叫你去追了。啊，结果上个礼拜五大家在拼命叫你砍股票，叫你保守，叫你反弹减码。我们又拼命的请大家来买股票。对呀，啊。结果4天涨了400点。是。今天全市场的人，将近有80%的人又跑去追的时候。哎，欸。获利出清，出清！哎呀，一张不留啦，一张不留，恭喜发财啦！哎，有没有？不仅让你加薪，加薪再加薪，你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啊！当然啊，不仅1795的美食，各位看一下3016的加金，
加薪，有的从五月份38,000帮你加薪到90,000块、欸，然后叫你换工作，对，换工作以后加薪跌到66.7，告诉你买点到了，我要带全国会员出手了，又帮你加奖金了啊，嗯，又帮你加薪加到70,000多，有我都可以了，行，年终奖金了，那先赚到了啦，可以开了，行啦，结果加薪又暴跌了，嗯、又腰斩了，有，又跌回来。五月份38块的价格了，对，我昨天都还在告诉你，嗯、分时分批分价，底部买起，底部买进，有涨停板都没堆了，没，就昨天一买亮灯涨停板，今天3016的加金七炸被炸，再创下本波段以来的新高，有、嗯，因为本波段就4天嘛，那加金创下了4天来的最高啊，新高了嘛，有啊，今天来到了41.35。老师，那你卖多少钱？我们今天平均卖在40.4，40.5，大概是40.4、40.5这附近，嗯哼，够清楚了吧？很漂亮吧？短短两天的时间，让你3开头赚到4开头。我也不会跟你算最低，算最高，玩那种无聊的把戏，真的很没意思。对了，我都告诉你我买多少钱，我都告诉你我卖多少钱。是的，啊，每一次都是事前跟你做预告。今天连盘中，我还赶快告诉大家，手上有美食的，有加金的，你赶快拨个电话进来，是，因为我要先知道你在哪里嘛，对，我才能告诉你怎么操作嘛，你该做什么动作。我讲实在的啦，各位，这几个月以来，你跟着我操作3016的加金，你早就赚翻了啦。是啊，五月份从薪水只有38,000，你在怨天尤人，我说不用这个样子。老师让你年薪破百，对，我们来帮你加薪，加到年薪百万，找到90块，告诉你换工作，也没有让你卖最高啊，最高93啊，对，我在90块就请你换工作了，行的，啊、跌到667，告诉你买点又到了，对，涨上去77，告诉你我又获利出清了，有的，然后这一波又跌回了38，又回到原点来，就在昨天嘛，对，啊、又让你加薪加薪，再加薪了，再加薪了嘛，好事又发生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料到今天的大盘会马上开高，又走低，走低收最低。对，各位，你一定今天会听到非常多无聊的人怎么告诉你？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台指期外资要结算哦，这都是外资的杰作嘛，都是外资的阴谋啦。一看就知道没量能不够，这一定会拉回嘛。哦，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，就会戳破他所有的谎言泡泡。是啊，那个问题很重要，记得一定要问。请问您有招收期货会员吗？得了，真的知道台北股市今天会开高走低，会拉回。各位，今天振幅高达147点，有哦，将近148点，哎、我们算140点就好。好哦，你真的知道会大跌？嗯，为什么不敢带全国会员期货去全力放空呢？嗯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回答这个，没有人回答得了这个问题，没人敢回答这个问题。嗯。你信不信？我绝对相信。还有更少一部分的人更无聊。怎么了？真的有人招收期货会员了、啊？哎、欸，然后啊，招收了以后他怎么跟你讲？怎么说？啊，我今天有带这个小皇帝会员，哦、我今天有带这个啊，超级无敌 V， 他不会讲超级无敌 VIP 啦，嗯嗯嗯，他会讲说什么清代会员呐、啊？哦、啊，我今天有带这个各式各小太监会员，不，没有人会讲小太监，我今天会带，反正他会用一种。很奇怪的名那个层级等级的会员，告诉你他今天有赚到这140点。嗯哼，如果真的知道会大跌，嗯，为什么不敢请全国所有的期货会员，嗯，都做赚证呢？为什么每次赚的都是你没听过的层级会员，而且重点都不是你呢？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啊，米贴米贴米贴贴，哎呀，都是没有叫你知道了吧？哎，明白。所以我讲，
这一波大盘大跌了将近超过1300点，快1400点。有没有人能够像我们一样请全国会员做转正，毫发无伤，还获利满满？获利满满，是的，我觉得这一点最重要嘛。对啦，因为一般的投资朋友他遇到这种超过1000点的大跌，他绝对是遍体鳞伤。对啊，那你本来就你本来大跌1000多点，你就遍体鳞伤了。那你干嘛还再找一个人？他跟你一样遍体鳞伤的啦。哎呦，他表示那个人也没有比你厉害嘛。对呀、啊。表示那个人资讯也没有比你先进嘛。对呀、啊。可能你是10手、20手的资讯、他是8手、9手的资讯。各位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可能你在学校考出来成绩单，你是吊车尾最后一名，他可能是倒数第二名。啊、对啦。那你偷看他的答案有用吗？没用啊，没用嘛。然后只是互相安慰，互相彼此找借口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接下来还有全新的机会，我们接下来再买全新的标的，全新的开始。下一秒，下一晚，有没有人又变跟王力宏一样互相取暖？啊、不是，是那首歌叫《让我取暖》。哎，不要这样，好吗？讲再多、啊、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啦，妹妹。只有获利才是最实在的，各位亲爱的，起义来归，弃暗投明吧。下半段节目回来为各位做最后的总结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，精彩节目开始喽！问问自己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在过去大盘这大跌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毫发无伤，获利满满？同时在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反弹向上的同时，将近400点的一个上涨波，你有没有再赚到了财富满满满满的财富呢？主持人讲得非常的好，就在现在，我们现在又是满手的现金，满手的获利，满心的期待。我说这一切都才刚开始，刚开始我说你都 还来得及呢，来得及。是啊，在现在，我们现在手上一档股票也没有，只有满满的获利。是啊，所以再一次的邀约大家，一样八个字送给各位：起义来归，弃暗投明吧。讲再多都是假的啦，只有获利。才是真的，没错。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谢谢各位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实力不怕考验，全国所有会员好朋友的绩效不怕您来做检验。从获利三兄弟，2425的成启，2442的新美琪，6278的台表科，到黄铜换黄金，老师接到两通重要的关键的台路轰，9958的世纪钢，2031的新光钢，紧接着全新的十月份，和天王邀请各位时来运转，还直接告诉您挂头牌，3176的西亚买不够，6578的达邦淡淡让您买来豆。十月第一个星期，大盘下跌波，不但让您毫发无伤，还让您获利满满。紧接着在双十国庆之后，那660点的大杀盘，和天王不止让你避开，而且在隔天，也就是上个星期五，大盘见低点的时刻，和天王又告诉您可以留意好公司碰到了倒霉事，1795的美食到今天还在创新高哦。昨天和天王是不是又带领着全国所有的会员？好朋友帮助您加薪加薪再加薪，3016的加薪昨天三开头，今天轻轻松松卖在四开头，又让全国所有的会员好朋友开心的加薪了。以上您所听到的是我们全国所有会员好朋友的荣耀与骄傲。亲爱的听众好朋友，这样的一份荣耀，这样的一份骄傲，这样的一份财富，这样的一份获利，您也值得拥有。只要您愿意，一通电话02-6630-3201，现在就起义来归，弃暗投明吧。02-6630-3201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